全能的主，谢谢你，你是配得荣耀，你是配得尊崇。在今晨，我们每一个人怀抱着我们喜乐的心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我们要尊崇你，我们要屈服在你面前，我们要顺服你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，将我们以下的聚会全然交托在你的手里。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喜乐的泉源在你面前。这样子祷告，配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。这时候，让我们一起来念主导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这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上帝的话，记载诗篇第16篇。诗篇第16篇1-11节，诗篇第16篇1-11节这样说：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：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灵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比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仇苦必加增，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的神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惶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，在你的